君、見ていけ。はい。这是啥呀？好奇怪的果子！别动！没事儿。这大果子能吃吗？啊！别动！这是事前爆裂果。又叫丛林中的小核弹，这种果实在成熟期极易发生爆炸，其威力足以杀死一匹斑马。我去，这也太吓人了！幸好没摘啊，要不然胖爷这手就没了。这种果子一般都是成片生长，但这里只有几株，说明这种果子应该是被某种动物带回来的。出发！哎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呦，太吓人了。咱们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啊！原地休息，保持警戒。我们刚翻过这座山，最多还有一天就能到了。这么小个东西，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！兄弟们，来吧！实力强壮吗？
哎，来啊！你们干嘛？ 走走走